稍微讲一下它的观景窗的部分啊，虽然看起来小小一个，但是其实没有这么糟糕了。看起来其实画面是蛮大的，没有像是那种小小口袋机那种，哇塞，怎么荧幕这么小，然后看不清楚，很远的感觉。这个其实画面还蛮大的，我觉得没有舍弃太多的品质啦，看起来也是不错的。